都想要尽快能够厘清，好，让这样的事情能够及早的落幕。那我们也很急。指挥中心记者会进行到一半，灯突然全暗了，现场一阵惊呼。指挥官陈世忠话还没讲完，眼前一片漆黑，错愕的左看看右看看。旁边的副指挥官陈宗彦透过平板电脑掌握消息，还向陈世忠解释发生什么事。13号下午，全台部分地区突然停电，3:18左右，位在台北市中正区林森南路的机关署也跳电。1分钟后，机关署成功启动备用电源，但麦克风还是没声音。所以请大家不好意思。网络也持续连不上线，陈世忠干脆直接宣布记者会结束。部长，这应该是听到你有没有都要传一个动作。有区域的像民进党啊，虽然说您现在看到现场的这个会场的灯已经亮了起来，但是呢，包含像是在整栋的疾管署大楼，目前呢都还是停电的状况。那这个通道是我们在前往记者会的会场的这个通道，可以看到呢，包含通道还有整个 B1， 目前呢都是没有电的。指挥中心记者会直播到一半，网友纷纷留言怎么中断了，没画面，停电了。指挥中心和疾管署 LINE@ 账号紧急发布通知，因本区停电导致疫情记者会直播中断，敬请见谅。全台面临疫情升温，本土案例增加，民众高度关注，偏偏指挥官还没说完突然大停电，也成了疫情中意外插曲。三立新闻胡克强、萧宇之、陈永荣、张杰、小台报。